那我们现在用装那个 KRB 专用底座，然后这个先把这个硬板这一根转起来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球头没有给放下去。转紧，转紧以后，这样就是底座装好了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手机架给装上去，好。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插 USB 孔？插上去，对，然后这边就会亮灯，我上面就亮灯，OK。那我现在把手机拿出来，手机就是放上去以后，它就会充电，然后转三圈就会转紧，对，那就很好，OK。